繁的社区也可以和艺术结合。位于嘉义县大林镇的三角里，原本是台塘旧铁道与农地遍布的地区，在居民的努力下，集思广益并结合当地特色，打造成人文与自然生态并具的生活空间。因为这个铁它毛细孔很少啊，如果我们今天画在这个布上啊，或是画在木头上，它很容易吸进去，但是这个它几乎没有毛细孔，所以它不会马上靠吸进去的方式让它干，所以呢，待会可能的问题是很颠，它会滴下来流口水，那我们要减少它的很彻底。居民携手合作，整顿后的旧社区有了全新的面貌。虽然大家热烈参与艺术改造，但人力的动员却是个难题。可能人的动员这部分比较困难，因为你会发现每次动员大概都是基本的班底，新的成员加入比较少，这个我觉得是比较要努力的地方。像我们社区的话，我觉得在艺术文化啊，或者是一些空间上的很悠闲的那一种的改变，都值得大家来这边做一个拜访。社区营造使居住的环境更美好，居民的艺术设计与创意表现不仅保存三角里的历史文化，也提升了居民的在地认同。公民记者周玉志、周先俊、高丽玲嘉义报道。We'll be right back.